就吃过。你们呢，也可以看看下方咱们以往买过的评论。像这样一盒虾呢，是4斤2两，但是带冰带盒子，它的净重呢是3斤6两，也是3斤半。原价是138块钱，现在你可以看看现在什么价格。有冰袋，有冰袋打包2个，还有干冰，直接给你包邮到家。原价138的冰，138块钱这个虾，所以说现在价格很合适，包邮到家哦。这一盒虾3斤6两，3斤半，90只左右。所以说想要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来上一单，记得也给我个双击，好不好？有人。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。我不要搞了，你是金螺丝，跟螺丝很水。就是有点烫感觉。我感觉我的叫声有点像杀猪了似的。我靠，这黄掉进去了。这个塞，太烫了，掐断，然后它里面有甘油，姐，咱还搞啥搁了呗？不是浪费了哟。哟，我吃你免的嘛，饭吃完装车呢。搞这个，真怪。老板，你这个鱼皮不要了，就拿到我了嘛。老板，你给人嘛。给你拿钱，给你拿钱哈。哎呦，好爱哟。你把人来吃噻，你如果炸来，我吃完就炸来嘞。他真香啊。这味道真不错呀，你不是你也不要傻了。哎呀，小包头，你说拍晕了是不是会很香？哎呀，有大米耶，我看这大米多不多，就一点点，你看这大米包，这样就看，你看大米包，哎呦，你看，还有，没有了，就这个，大米包好吃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多也很香的，你知道吧？切成一小节的爆炒，哇！多吃2碗饭，你知道吧？关键你对屏幕戳一下，你看会不一样的。